时间快不够了，宝宝末日即将来临。卡尔洛斯，对上宝宝博士。我不禁要问，为什么只喷光力？我们可以喷光好多东西。想要打败我？你的胆子可真大，该怎样把它从你身上取出来呢？鲜血与灭魔。科学不是只有把东西炸掉那么简单，还要仔细观察东西到底是怎么炸掉的。都是当然可求鲜血不留活口，不留活口。哈哈哈哈哈哈，别敢去。大家都进来了。这又不是什么火箭科学，难道真的是吗？人人都是道士，我们当然渴求鲜血，鲜血与鲜血不留活口。学习。
箭无虚发。我要雇佣你，还有你，还有你。我一定能拿到独家报道。箭无虚发。冰狗小刘山啊。冰狗小刘山啊。
朋友，欢迎来到抱抱博士的内心世界，别迷路喽，这里可是很扭曲的哦。果丹对上抱抱博士，魔镜啊魔镜，谁是研究所里面最聪明的人？你真是超级幸运，竟然能目睹真正完美的存在，也就是我。